Hello, 大家好，我是张亮颖。您现在收看到的是 RazorTV。It's Razor Bob 啦。Her stunning vocal range, especially these high notes, earned Jane Zhang the nickname Dolphin Princess 5 years ago when she was a contestant on popular Chinese talent show, Supergirl. She finished third in the competition, and since then,She has become one of the biggest pop singers in China. Named China's best female singer for 3 years straight, Jane has more than 15 number one hit singles under her belt. In Singapore to promote her new album, Believe in Jane, RazorTV caught up with her and posed the Dolphin Princess a challenge. 有些观众会好奇哦，就是如果音频够高的话，会不会把那个玻璃给就震碎呢？就我可以先告诉你，我不会。不可能为我们示范了哈。还是不要吗？So she refuses the test, and we find out rejects her Dolphin Princess nickname.因为作为歌手来讲，我觉得我的标志并不是这个，然后在这一方面我也并没有很突出，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可以唱它，所以我也不希望它是我的标志。就像，而且我会觉得公主这一个词放在自己身上会有点怪怪，我好像从外形上来讲不是一个很公主的人。我希望自己的特点是在细节，是在一些细腻的情感表达上面，所以我不希望把这个海豚公主作为我的标志，就是当歌曲当中需要有这么一种情绪，需要这种方法来表现的时候，它可以出现，但它不是我唱歌里面的一个重点。也没有觉得它很特别，因为我第一次唱的时候应该是在2003-04年，是听到我另外一个朋友唱这首歌，我觉得很好听，然后来比赛里面唱这首歌的时候，当时我记得就是评委老师讲海豚音，我脑袋里面想海豚音是什么东西。你自己唱过最有难度的歌曲是哪一个呢？最有难度啊、嗯，应该是之前谭盾老师的那一首我用所有报答爱，我用所有报答爱，你却那一种方向那种风格的歌曲我是第一次唱，从那首歌开始有很多可能比较偏音乐剧的那一种表现形式是我从那一首歌开始学到的，然后那首歌的情绪的起伏特别大，所以在唱歌上面对气息的控制对力度的控制要特别的细才能表达那一种感觉，所以这对自己的一个对声音的控制能力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锻炼。